王靖第三回合的资格赛，来，请看第一个提示。Yes， 该讲多少？鹅卵石路，很清楚了吧？哪里清楚啊？再好点，高山峰。答案是健康步道。对嘛，一定这样猜的啊。很中意的猜法，这些都跟孩子的教育健康有关系，当然往那儿走啊，要不然什么，要不然什么，对不对？健康步道答对没有？当然对。你好强哦！把这边又是颗粒刺激穴位，脚底有个按摩垫啊，现在甚至还出了按摩鞋，对不对？刺激脚底穴道反射区的。高山峰表现不错，来，请问公牛赛就位。明传大学观光系毕业，嗯，演过了许许多多的戏，是好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他的人生的第三道题目，来，请公布。你只有三分钟的时间。Yes。第一题，颜色缤纷海阔鱼是什么？早听说你在泡仔生里面有业配海参馆，对吧？我业配过屏东海参馆，漂亮。对，在演连续剧的时候。围裙料理秀，你擅长下厨，所以呢，这个有写了一本书《爸爸的味道》。代表看特质，他特别喜欢劳力士、军武用炸药，喜欢收集军用品，了解历史。陶瓷高科技，你曾经带儿子参观过英歌陶瓷博物馆。寒假作业，写完成了一篇寒假作业，是。所以我们就出一题来考考你。看你那一趟，你是不是涉猎的够深啊？放屁主觉悟，你的初老症状听说就是一直放屁，有点这个括约肌松弛啊。好像皮克斯代表作，你常很喜欢看星座的文章，经典鞋设计，曾经募资送孩子鞋子，对对，而且都大了一号，是吧？是是是，因为孩子会大了，对吧？这个故事超前部署，这个故事其实蛮好笑。我超前部署啊，校方超前部署，然后送我们那个鞋子的 Nike 公司又超前部署，所以等于孩子大了两号，他们收到的鞋是大了两号。每个都穿的跟麦当劳叔叔一样这样子。其实孩子真的大得很快，那但是也表示说，不管是校方啊，或者是我们去募集资金，然后买到鞋子的这个球鞋厂商，都有用心去帮小朋友想这些事情。第一题。第一题，我要选代表看特质。为什么那么喜欢劳力士？也没有啦，就是我很喜欢，就是看一些手表的杂志啊，然后朋友有什么表啊，我也会很好奇这样子。代表看什么特质？请注意。根据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研究，有戴手表习惯的人通常具有下列哪一种特质 ？A. 对新事物心态较开放 ，B. 决策较果决 ，C. 情绪稳定度较高。阿芝，你来 C， 谢谢，请锁定。比如他踏实，是吧？你可以这样讲，那我们也可以解释成，如果就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男生，他有一个固定的这个财经啊，然后社会地位之后，他才会选择去哦，我喜欢表，是这样吗？对啊，不会啊，你看高中生收集的表，我们以前高中生收集的表，就其实不脱几个年轻厂牌。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热血到不在乎时间的存在。也可以这样说，时间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最重要。所以他什么夜冲夜跑夜干嘛的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夜深一堆，对一堆啊，那谁管你几点？那不是要睡觉吗？哪有睡觉？大家都约好了，走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时间反而不重要。对，到了一定年纪，有成家立业的，就把时间看得比较重一些，该接小孩还是该买菜还是该陪孩子干嘛的，对吧？对对，哎，很像是这样子，我觉得可以这样子去推断。情绪稳定度比较高吗？请揭晓。真的，刚看起来是三个好像都是答案呢。好，英国大学的这项研究呢，他们是做了调查，有习惯戴手表或没有习惯戴手表的人，就发现啊，有习惯戴手表的人呢，可能是因为他习惯戴着手表，他随时要保持时间，要有准时的心情啊，自律的习惯啊，并且比较有守时的状态，所以呢，通常他们的心境是比较平和的。但是当你习惯戴手表呢，其实啊，他们测出来的结果，外向性亲和度也是比较低的。我觉得这题目这个研究好棒，蛮可爱的哦。第二题，那我选经典鞋设计。经典鞋设计，好，请助理。国民休闲鞋 Converse 的经典鞋款
Chuck Taylor， 请问他的灵感是源自于哪里 ？A. 销售员 ，B. 布料制造商 ，C. 马拉松运动员。我有这双鞋 ，Chuck Seventy， 我要哎，可是它的源自到底是哪里嘞？销售员 ，B. 布料制造商 ，C。好，锁定 C 锁定。你想了一下哦，对，我有这双鞋，它是很经典的鞋款，可是我不晓得它的来就是发源灵感，所以有一点。因为没有图片，我不知道 Chuck Taylor 长什么样。它就是黑白鞋，你就那双最基本款的那一双，那双哦，那双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复古的，它鞋底有加高一点。马拉松的长跑的鞋通常比较轻薄，哎，嗯，对啊。可是你不能以现在的观点去想，以前70年代的篮球鞋，你现在穿的，你只能觉得它适合逛街，你绝对不会想要穿上篮球场。对，它因为它没有减震的效果。对，那个时候的保护脚踝什么，没有那么强，没有那么好。哎呦，漂亮啊！对鞋很有研究。我觉得还是运动员吧，没有没有这题我真的没有把握。揭晓揭晓。正确答案是销售员。好，这个 Chuck Taylor's All Stars 这双鞋子呢，很多人都有这双经典的鞋款哦。可是到底谁是 Chuck Taylor 呢？要告诉大家，其实他本来是一个篮球员。那因为他非常喜欢 Converse 的这个鞋子，在1917年出的这个鞋款，他觉得很适合打篮球，所以呢，就陆陆续续给了 Converse 很多的建议。同时呢，他也一直跟身边的亲朋好友推广这双鞋子。那后来 Converse 觉得说，哎，他提的意见呢都非常好，而且也知道他一直大力的推广这双鞋子，所以干脆就聘请他成为 Converse 的销售员，所以也才会有一直到目前为止都还很经典的这个鞋款。非常可惜，唯一空手而回的，但是你可以免去被惩罚的结果。嗯，好了，马上进行终极惩罚。好，崔佩仪，金猪鼻，一下一下两下啊。是，谢谢陈哥，两只金猪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嗯，谢谢陈哥，我们下次再努力。对，伟霆，伟霆，伟霆，你的鼻血，我两下手下留情。你们刚才如果有答对的话，减免就不用打了，可惜了，好可惜。上次贝克宇来拿十万，后来这边被打。贝克宇拿过十万，对，妈妈来这当猪头，还进猪，而且妈妈会努力。哇，给我记住，好酷啊！这表现得非常的好，非常感谢。我们要知法才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，要知识，要有知识才能够保护自己的健康。所以到周五晚上9点，天天更新你健康资讯，所有你所需要的都在这个地方，那就是全民新攻略。下次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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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。全民新攻略模范生招募中，加入会员让你有锻炼筹码的机会。在社会走跳，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，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。不要再考虑了，按下订阅的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全民新攻略，赶快来订阅哦。